性男子驾驶重机与行人妇女徒步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，双方发生交通事故，机车驾驶颅骨及颜面骨折，行人全身擦挫伤，意识清楚，双方均送光点医院救治，无染无酒驾。本分局将持续加强为礼让行人取缔勤务，也呼吁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应礼让行人。